在这边做什么？抽烟等朋友。那有民众报案说这边有塑胶味，郑重您看一下好不好？没有，来等等。那你先郑重报一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不是我的。你怪怪啊！我知道你叫什么。哎、欸，没有。滚！所以他掉出来不是你的，还有多少？自己拿出来。所长好。所长好。你好。我是今天新来的同事，我叫黑龙。我是新来的同事伊娜。今天你们来这边算是体验一日警察。好，我先跟你们介绍我们指导员。今天你们学长学姐，哎，学长张凯好，这是郑轩轩。今天大概的任务就是体验我们勤务嘛，以巡逻值班备勤为主。好，巡逻大概就是说有于指定路线巡迁，哦，处理事故，哦，取缔盘查等。值班就是接受命令。哦，传达命令跟受理报案，备勤的话就是处理事故。嗯，任何有任何刑案现场或者是交通事故的话，就是有备勤去处理。那我今天会开罚单。这我们指导员绝对会带你好好体验。好，就喜欢这种工作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工作就是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大概就是。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实习的派出所，中二路派出所。哦。中二路。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应勤的装备，首先就是腰带、勤务包。嗯。警棍是伸出来的，哦，有没有？好帅！还有密录器，密录器。然后再来就是辣椒水。你们什么时候会喷这个？就是啤酒效。小姐，你不要这样子啊！你不还。然后他这样酒醉的情形会有个攻击性的行为，对的，或是对他自己有这种危害，我们可以管束他。或是人家在打架的时候，我们要控制现场，你就先。喷这辣椒水，不要！就是如果那个人对这个的防御很好，他反而更生气了，怎么办？通常不太可能。我觉得这个真的，哎，它是很辣嘞，很辣，眼睛会张不开，会一直流眼泪。对，所以使用这个时候一定要务必注意安全。还有手套，这个真的没有 size 嘛，对不对？都是统一的。这里有个假伊娜，好可爱，好可爱哦！白姐刀我一下，不要你可爱了。可以啊，那他不想被你，我不要你的。突然有点黄色的。Taser 电击枪吗？电击的也有，只是我们平常比较少会去用。这个就很够了。拉扎型都有，对。哦，在腰盖住腰带 ，OK。等一下。不是肚子的问题了。最近黑龙哎，我的腰很小呢，看我就知道我都没吃饱，黑龙都吃很好这样。谢谢。Freeze 下来，下车。对，然后我跟你讲啊，这个很好用，不是大人而已，可以救人。这是什么救人？救人是什么？小孩子在这里。救人。救人。小孩子在车子里面把那个玻璃弄坏。真的。对，你吓死我！他刚肚子缩了一下。来，我一人跳一个。我一直被他强迫。是他对你的爱。我就觉得他怪怪的。腰带都领完了，那我们现在就上去领装备。这就是我们的枪械室，然后枪跟无线电都放在里面。你不要紧张了，你出去吧。我觉得你们两个有危险。无线电可以多远？人爱去的我们都收得到。哎，那个多收得到。那我们领枪的话，都要有一个主管在旁边督导，因为枪是比较危险的东西。看看枪有没有子弹，把枪固定在后方。都没有子弹，好。好多好之后 ，SOB 好多呢。哎，对的。那个金枪筒那个。如果有，他就空这样。对，所以一定要检查，不然报告会写不完。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值班的勤务。值班做的事情就是接电话，有一些要回报案件，然后有时候民众会直接打这种室内电话来报案。110是到我们勤务中心传这个案件，这里110受理报案系统，他会派案过来接案接收。他会响。大家不要乱打好不好？像就是110报案，他们就会开出来，然后我们按接收报案。好听呢。值班就要做这件事情，就是两个小时，我们两个小时会换一次班。哦，两个小时。对，我刚刚有接到一个110报案，他就是说星期天4号为停。
要请我们线上巡逻帮我们跑这个案件。我们的代号是现在是幺洞洞，就是我们要喊幺六，我们那时候人爱幺六幺六幺洞洞呼叫，然后幺六五幺六五幺洞洞呼叫，对，然后你就说协助备勤处理港西街四号地铁。哦，一般都是用这个。酷，按下去要等一下再讲。好。仁爱幺六五幺六五幺洞洞呼叫，哦，帮忙港西街四号违停，报告，耶，他去了，对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也会去做这种的吗？对对对，也是会收到这里的派案，很棒，我很期待，我很期待，不要乱点，不要乱定。你就想用这个而已吗？再过半小时就是要换我们备勤，就是要去处理案件，剩下的时间好好把值班做完。好，你不要让那个案件响啊。哎，不要问这个是什么，好不好？这个是电话的线，不是，这个是白板笔，好不好？不是，我是问为什么他要这个？哦，这个，因为这个怕会去摔坏，所以我们把它包起来。36.6 哦，你 OK 了。赚的比较多一点，因为我们等一下是巡逻的勤务，主要工作是巡圈金融机构，还有超商，还有我们辖区的治安热点，会穿防弹就是会巡逻会比较危险，因为你要去盘查别人，查别人水表，对，不是水表，遇到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，有可能他们身上会有一些危险物品，所以我们身上装备都要保护一下。OK，Go，再跳一下，我到超商。先自己走。耶，第一次坐警车，哦，有防弹哦。现在开始巡逻，然后我们只要车一发动，我们就跟这个车牌辨识的这个系统就会自动开启，查到有异状的是汽车或是违规车等车辆啊，就是它会直接跳通知。哦，真的。酷哦。所以开很快也会拍到。开很快不会啦，就是主要是它的车牌如果是。失窃车那种有问题的车辆，对对对。我听说警察车会有那个，我真的有。你说脚铐吗？哎，真的有，好酷哦！幺拐五，两二幺东东呼叫。回答。幺拐五，民众报案，下路23下路，东兴委托行后面的巷子有疑似燃烧塑胶的气味，请两二幺拐五前往查看。好，收到。什么塑胶物燃烧？哎，认真一点，这个看起来。你有听到吗？来，他刚刚说什么？他说什么路有一个男生做什么坏事？他说巷子里面有一个有燃烧物的味道，所以我们要先去现场看一下。哦。他说燃烧，我以为是男生。一个男生根本就没听懂，在那边很严重哦。我先洗掉，证件你们看一下好不好？没有在这边，那你先用证件报一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不是我的，这是你的，不是我的。你乖乖啊！叫什么名字？你说你叫什么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！你说你叫什么？对、欸，没有。怎么还有？从你身上掉出来不是你的？是我的。还有多少？自己拿出来。放着，放地上。蹲下，放地上。你来讲，咖啡包跟皮啊，咖啡包皮啊，对不对？对。还有没有？没有了。啊，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是要交易吗？还是怎样？没有，找朋友的。萱萱，你去帮我毒品检验的东西都拿过来，你帮我就是看着他。还有没有？没有哈。没有了，没有了哈。等等哦。OK。反正先不要拍啊，我们。太刺激了吧？对啊。我以为我们会轻松的一层一层就处理完了。你们看过那种
你知道那个是毒品吗？伪装成咖啡包，然后我们刚才检验的结果里面含有二级毒品安非他命，然后还有 K 他命跟那个卡西酮。不是听说那种什么砂糖包也会有吗？都有，他们现在的新型毒品有很多种，就是咖啡包最常见，再来是糖果，小熊软糖果，小熊软本身口香糖那种都有，对，形形色色的。对，后面查他是其实是少年，他未满18岁。其实现在这个新型毒品很泛滥，对于这些青少年，他这个取得也蛮简单的，对，他可能去个网咖，可能有人在说要不要，也是都有可能。对，而且他刚才想跑，你抓他。我刚刚完全不知道我要怎么办，我要抓他吗？你吓烂是不是？对啊，我真的完全不敢讲话，我就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别怕了啦，对不 对, 對？你这老师，你看起来也很怕，好吗？一点点。我们两个都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那我们刚刚那个年轻人后来会怎么样？后续的主演部分，我就由那个我们的光头学长来跟大家讲解一下。可以，你好，那像我们这边派出所做完初步的调查，到分局来之后可能会去追溯他的毒品来源，像刚刚那位青少年，我们要移到金融的少年法庭去做审理，因为可能是他不公开的关系，那没办法给你们拍摄说案件侦办的一些过程。那我们等一下可以给你体验，就是说采取他的指纹跟做相片的部分，有兴趣吗 ？OK，你想有啊，你想要什么？你想要什么按钮？按钮，按钮是什么？性侵犯。你要拿什么？鬼父。跟我。对。鬼父。骚扰那一种的吧。骚扰那一种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那我们就进去体验啊。报告所长，我们今天的任务已经完成了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谢谢我们学长姐今天带我们对一整天。那我们整体来说大概几分？超过100分。真的吗？可以可以。真的吗？好，大家，我现在就是黑龙警察，你可以叫黑龙哥警察。黑龙哥警察。对。那今天就要谢谢你们带我们一整天，辛苦了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